我不怕，小 S 恃抢杨丞琳风头，两个女人一台戏，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个是小 S， 自然更是好戏不断。昨天小 S 杨丞琳一同为某品牌拍摄视觉广告，拍摄时两个人极尽魅惑搞怪之能事，大摆 pose， 大尺度让人不忍直视。在此次微电影中，两个人也是颠覆了既有形象，小 S 走起了知性路线，而杨丞琳则是挑战起情色剧情，不知道她能驾驭得了吗？我还没拍到情色部分，但是其实平时看小 S 的东西看多了，应该有学到。你这有多情色啊！向来把漂亮女人当死敌的小 S， 即使是面对师妹也不肯让步，不仅拼命健身，更大施淫威，逼迫造型师在杨丞琳的服装上动手脚，好让自己独占风头。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使用同一个造型师，然后我就一直调查那个杨丞琳要穿什么。我说反正无论不管她穿什么，就是把她的衣服的布料用成棉袄的布料，一定要让丞琳显胖，就是我这次的目标。小编点评：遇上小 S， 谁都没辙。